上呢，这个一直凶啊，蔡一德也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老板呢。蔡总，蔡总是经，我一直把他当做经营之神啊。其实做餐饮是一种兴趣，刚好跟董哥可以这样配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说蔡总来了嘛，因为他姓蔡嘛，蔡总我姓董嘛，蔡董，上菜董菜，你们懂菜吗？我们懂得懂得吃菜，懂菜懂菜懂菜，既然这么懂菜，就马上来尝尝蔡董所推荐的法式罗曼天蚕虾。我们在夏天吃这种青菜包的，香又酥啊，是非常清爽而且消暑的一种方法。因为有这个蔬果的参与融入之后，使这个油腻感减到最低，降低。所以虽然油腻是骗你的，但是它感觉不出来。对对对，没错。而且这个油用的好，你看炸起来不是黑的，是黄金的颜色，黄金色，仿佛你的黄金年龄跟黄金的好运融入在一起。哇，他要走运了是吧？认识你就开始走运了，真的吗？我一来更走运。应该说我们认识你啊。就走运了。下一道，下一道，下一道。里面还有苹果哎。人参红枣，金钱嘛。人参貂皮乌拉草，人参就像这碗汤一样，如果能够炖得出浓而有质感又纯，那就是一锅好的汤。里面放什么？金钱鳗、鳗鱼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不洗血本。我感觉有些女孩子什么手脚冰冷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什么经期不顺啊，经期不顺啊。大哥，我对漏尿症怎么样？啊，漏尿你只有买成人尿。我找个看护吧。找看护吧，现在建议你在我大哥面前讲看护什么意思？哎呦，女人真贤惠，真哎，一定要的。莹莹真贤惠，在拍马。对，我叫莹莹美代子。这个鳗鱼是来自于澎湖。这个鳗鱼皮有多夸张？你看到这个，它就是满满的胶质在里面，胶原蛋白在里面，胶原蛋白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皮，救回来，救回来哈！这是鸭，冰镇红茶鸭。我们本店哦，只要点过的人就会再点。这是我们家用这个所谓的中饮蜜啊，加上这个中药食材，很多客人是一来店里就先点这道菜。